现在是早上的5:30，我在这嘎达附近找了个早市儿，买了点儿包子和豆腐脑，一会儿再吃完给它吃了，太饿了。哈，新鲜的牛肉包，好吃。饿了吃什么都香。来一碗咸的豆腐脑，不是甜的啊，是咸的。腿让我要吃不了啊，这牛肉包好吃。太贵了，牛肉包。他这卖2.5块一个，我这顿早饭花了8块钱，有点贵。我让他逛了一圈了。好久没来逛这儿了。有点软了，那就拿好的。拿好的吧。这个嘎嘎铁4块。哦，这样的行，这硬，好好挑啊！新挑了吗？这个是啥呀？那油条，那鹅是5块的。上回我姐坐我家车，她新买的桃落俺家车上了，让我们拿家吃去了。今天这上早市了，碰到好桃买点儿。不好意思，都给人家吃了。那桃卖，再来点油桃。打包点豆腐脑拿店里边吃。香香吗？都放，都放。来晚了，豆腐脑就买了2份，太好卖了。好。他们一家捡没捡了呀？那谁知道？叮铃，谁呀？哎呦，大橙子！哎呦我，这太丰盛了，有点胖。先给垫开的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！啊对，我姐呢？姐，别告诉我没钱。门门灯密，飞床呢，床可累了。床累不累呀、啊？可累了，有点沉。哎，哪个是他们老师啊？中间那个吗？中间那个。对，这个是。年轻吗？年轻。丰不丰盛？还行吧。那个桃是还你家的，上回拿俺家车上了，完了那个让我们拿家吃去了。你们就吃呗。俺俩又买的。你这买的不一定好吃，我那便宜，你这一瞅就贵。事儿有点多了吧，越贵越不好吃，买便宜的2块多。拿走，咱拿走。两种桃不一样。两种。寻思不要钱那啥。我寻思我休息了，我闹铃我不定了哈。没好。6点多就起来上厕所了。哎，我发现了，恰巧他们那个学生啊，女生统一发型，鲶鱼头，鲶鱼须的。现在孩子流行。使劲勒完事儿。我说等他们再大一点了，看看会不会觉得好尴尬呢？就像咱们那时候那非主流似的。那我也没留非主流啊，那年龄。哎，洗剪吹。谁呀？趴下。你到人家了，虽然咱俩带东西来的，咱差不多点。我帮他们打开。那你呢，姐？他自己坐车领你把早饭解决了。我饿了，5点来钟就都起来了，那我能不饿吗？今天视频开通，我又想看到小李子吃饼啊！我这两天吧，看你家视频，可好玩了。你看天天他拍视频，挺有意思的。姐，而且老按斤算，对，本来就是。啊？不是按个吗？我说多少钱一根？他说这个是按斤的，9块钱一斤，没问题。我说啊，我说给我来2根，你自己吃吗？我说那你一根就够了。我说有可能还有别人，2根吧。哎呀，现在都这样了。
原来是1块钱一根是吧？5毛。那啥时候了？5毛年是你小时候吧？小时候才2-3毛呢。我上那头，我上那头。我从小就不愿意吃那啥。豆腐脑不是油条，啊、嗯，油不是它那个味儿，我接受不了。我从小都就爱吃豆腐脑。哎呀哎呀呀！你愿意吃啥味儿啊？哎呀，我愿意吃麻辣。拿用去。嗯，我感觉你那个好吃。嗯，我感觉你那好吃，嗯、是吧？你俩是个流派。咱俩是。他是两家的。对。这家卖没了，是吗？啊啊！我是不是瞅着怎么不一样呢？有一家最后两个，俺俩拿了。哎，我发现你了哈，没有人在旁边干扰你拍视频拍的挺好的，可能落了现丑了。嗯，那边你怎么挺有意思的？你跟那姑娘合伙拍的视频。嗯，我姑娘录一道，我不，你可以出图了。她姑娘还说话，完了结果都没拍全，说话都没说全，没开始嘴就先说，第一个字都没冒出来。啊，我问一下，这是啥意思？怎么？跳跳呀，那是姑娘的。跳跳不能吃，就香菜。下次爹吃吧。他爹吃的有点多呢。嗯。我尝你的。这俩是一家的，你尝这个就行了。你看，没那个不尝，没新的。味儿肯定不一样，一个有辣椒油，一个没有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不好吃。这个好吃，嗯，是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说你的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咋换了？就这病，换来换去又换回来了。换。嗯，他吃啥像我的也好吃了，你知道吧？